32年前，我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学习，周末参观展览馆的未来理想房屋。客厅挺温馨，但只能放下一个单人沙发，电视机也有点小。一面墙的办公室家具挺气派，只不过办公桌嵌在里边，稍微有些小气。餐桌只能容纳4个人，来了客人恐怕就坐不下了。主卧的洗手间缺乏一个梳妆台，次卧也没有梳妆台，后院的水塘要有坐人的地方就好了。当时在英国生活居住一年，我认为绝大多数英国人家庭还达不到这个水平。时过境迁，今非昔比，当年一起参观的朋友们还记得那段时光吗？你们现在的住房条件一定都好吧？但愿有缘，下次再见。